邱医师跟我说可以擦白醋。五脏走开，五脏必须走。珊珊，赶快来吃早餐哦！我想吃，这个不是老玉米汁。今天可以很早到学校，主要是肚子，你就不可以。你过几天我们很快就到，那些难吃死了。你今天要上足球课，记得带足球。你过去要讲天马行空。I know that you are having a hard time right now. That everything seems to crumble around you. I know that you feel all alone in this world, but you have to.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 what's best for you.
know that you were having trouble breathing right now. That everything is gonna be, is gonna be alright. I know that you're all alone in this world, but you have to put your 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 what is best for you.很好吃，因为需要补充大量的蔬菜，除了蔬菜还有蛋白质，超级好吃的，真的很好吃。因为我早上有吃过面包，早上吃过淀粉，所以我中午就只有蛋白质跟蔬菜。他只是不能拿香而已。那你为什么可以去？你水洗、啊？没有啊，我们谁都可以去啊，跟香蕉什么水、啊？这个是什么？你自己弄。我姐。再给你。这，然后可以再配一点米线。配米线直接放进去吗？可以啊，你就随便随便你要怎么吃都可以。啊，鹅酱都来了。小次郎是不会乱大小便，但是五脏呢就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每一次都在门口这里的木地板在这边小便，所以我每次擦它的尿都擦得不堪其扰。原本我们的猫砂盆都是这种封闭式的，那第一步呢就是把封闭式改成开放式，就是把这个门拆掉，让它变成完全开放的。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猫砂改用矿砂，我之前都是用松木砂、豆腐砂，都是没有用的，它都是还是在外面尿尿。第三步呢，这一罐
喷在他乱尿尿的地方，去分解他尿液中的阿摩尼亚味。之前兽医师跟我说可以擦白醋，但是呢，白醋是完全没有效的，他还是会在原地去尿，一定要用这个东西专门去分解尿液的这种商品。我在原本的豆腐渣上面再加上这个矿砂，我买第二便宜的，因为最便宜的矿砂宠物店说粉尘非常多，所以我挑了第二个便宜的，然后我就把矿砂加在里面，你看它真的就乖乖的到猫砂盆里面尿尿了，超棒的。加油，要把它埋起来哦。对，好棒，来买买，要买买，对，买买买买，你要买啥？四天来，五脏每天都很棒的在猫砂尿尿，除了它还不会埋沙，但是一步一步慢慢来，至少它现在已经会进猫砂盆尿尿了。不过我并不推荐我目前用的这一个品牌的矿砂，我一点都不推荐哦，因为它都会粘在我的铲子上之外，而且在铲的时候底下根本就是结得很硬很硬的一块，要非常这样非常用力，非常用力，这在清的时候等于是要费尽我的九牛二虎之力，这样变成在清猫砂的过程非常的累，要很用力，那如果是小孩的话就会觉得很费力，我自己都觉得很累。之前还有混着豆腐砂的时候还没那么难清，我原本以为是不是因为我铺的厚度不够，所以我就把它倒更多的矿砂，但是倒了更多的矿砂之后呢，结果还是一样，你看整个就是粘住了，而且它刚刚是粘在底下，即使我铺了这么厚它还是粘底的非常的严重，那时候只是临时先买一包先挡着试用看看，有用之后我才会开始再去寻找更好的品牌。我个人目前最喜欢的还是松木砂，因为松木砂完全没有味道，而且也非常的好清，只是说因为五脏它实在是一定要矿砂它才会尿，如果猫友有好用的矿砂品牌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你说五十 K 一笔，爸比我有帮你点他那个，他们有名的是那个苹果派，然后跟一个那个巧克力布朗尼，好不好？就一个苹果派跟一个巧克力布朗尼甜点，好吗？然后因为全部都是吃西班牙的，所以我全部都把他们招牌的先点了。刚刚有一个那个是鱼的，巴斯克风味的鱼，然后还有那个很有名什么蒜虾，然后刚有一个酷哎，西班牙你要伊比利猪还是你要牛？当然猪啊。听得到这个油滋滋作响的声音，又是炸虾，所以今天中午炸虾应该吃了无限畅七尾吧，无限畅吃虾，所以继续吃，那虾是好的蛋白质，小心烫哦，因为这感觉应该是那饮品的部分要帮你先出还是后上呢？可以先出，先出吗？大部分的菜餐厅你们都吃的都差不多，但是拿我们很多年前去西班牙，很少特别去吃西班牙。这是牛肚跟牛筋。没有啊，就是我要宣我。跟牛肚很好吃，吃看它这个，给你先给你吃一口，你都完了。来，他说先吃它的原味。这边热。我们曾经。熟女蟹，我的这边。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去参加那个旅行团，我们也有去西班牙吃过一次顿饭。对，在一个很像地下室的餐厅。我们西班牙什么时候去的？应该生完小宝而已。二零十几年。2010。11年前。啊，爸爸买。你是不是喜欢这个绿色的椒？我记得你。对，这个我喜欢。你喜欢这个？嗯。这是伊比利猪肉。他把我们汤匙收走了，把我的叉子收走了。交朋友这种事就是随缘。
不要看太重。你觉得他现在敌意是来自于哪里？真的只有那个吗？还是有别的？好像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反正 anyway，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就好了。是老师传来，他自己讲。没有，他自己讲。他自己好像不知道，反正是怎么想，反正也是小事啊。总之他就是一直就说，他就很不尊重他。感觉很漂亮。这朵花给你们。你们吃，你们吃。简单。好漂亮的巧克力，你看，好漂亮，哎呀！为了救很多人，哦，对，沙诺斯也是啊，他是为了环保，但是杀了一半的人，嗯，很难界定他的想法是怎么样，觉得蛮好玩。我们刚刚看到日本沉默，是，那好像是一个小说，我记得。啊，还有那个日本很多这种题材、啊，超级多漫画、电影超多。猫掌烤盘，猫掌完成了，我这个呢，谢谢。嗯，好脆。不是你们的啦，那么久。